咁好啦，講起愛與雷霆呢個話題咧，其實成套電影我個人覺得係做得唔錯嘅，真心唔錯嘅。尤其是個呢個女主角今期要介紹嘅呢一隻 figure， Mardi Tour， 應該係讀 Mardi Tour 啊。咁我慣咗叫女雷神啦。咁啊，成色嘢咧講其實都好搞笑嘅，我會買齊曬，差唔多買齊曬一 set 咧。最大一個原因係因為我買咗呢只樹人仔。咁點解我會買樹人仔呢？因為之前我大家有睇我 channel 都知道我係儲咗套銀河護衛隊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嗰個 VO 書，即係嗰個叫咩第三嗰個。銀河護衛隊三嗰套裝甲，咁好啦，咁啊買咗隻樹人，我覺得多咗呢一隻扣甲嘅嗰個身體出嚟咧，咁其他啲唔買埋佢，好似好講唔過去。跟住上亞馬遜一查咧，普遍都係10多蚊隻，係唯一隻女嘅呢只雷神貴啲都要20多蚊，咁我覺得可以接受喎。咁啊，跟住有咗以下落嚟一連串嘅視頻啦，咁我哋開箱嚟睇睇啦。盒就折舊都係嗰個盒，唔會有任何即係變化噶啦。咁咧開咗之後就係咁樣，就係咁噶啦。咁咧佢就配咗阿寇格嘅左腳啦。咁啊，我都係俾大家 show 一 show 嗰個。BAF 件嘅可動就算噶啦，因為點解咧？佢會有單獨視頻，所以大家唔需要急住睇佢呢一個。咁啊，只腳呢度下面可以裝嗰啲叫咩啊？底座 stand 啦。咁啊，只腳嘅配色就都幾多嗰個成形式嘅。咁啊，到時我哋個單獨視頻先講啦。咁好啦，就到今期最大我最中意嘅，應該話呢一 set 裏面我最想要嘅。呢只女嘅雷神，呢只女嘅雷神好似叫阿娟、阿珍啊、阿娟。咁咧，我其實好討厭孩之寶呢種包裝，披風插喺後面咧好難包。其實咧，以今時今日嘅技術，孩之寶應該嘗試下將呢啲咁嘅披風變成布。一嚟應該布嘅成本點都比膠會平啲，我個人覺得係。咁就睇咗雷锤先，咁佢嘅配件就系得一个雷锤啦。咁啊，呢个雷锤好似印象中系特别，即系话唔同啊。有啲即系嗰句话点讲，链丝不同啊。咁啊，有裂纹啦，咁啊，同埋平时见嗰啲雷锤咧，成只都系银色嘅，同埋即系细只少少，但系呢只好似特别大少少嘅，唔知系咪我错觉啦。咁就硬胶嚟嘅。咁啊，頭雕方面就有兩個，即係如果我未買呢盒嘢之前咧，我會期待係呢一個樣嘅。但係買咗之後，我反而覺得呢一個樣好睇啲，可能係一個頭盔遮白丑嘅嗰種感覺啦。咁我睇睇個頭雕先啦，睇下呢只先。咁啊，喺電影裡面咧就講話雷神嘅前女友咧。因為得咗 cancer， 跟住咧佢想醫治咧，佢就知道雷神之鎚可以醫百病，咁咧佢係無意中可以攞得起雷神之鎚，變咗一隻女嘅雷神。咁其實有啲好點講假啊，好巧合。嗱呢個位咧，呢啲位好實噶。你睇下我啱啱咁整死整爛整，先勉強即係話擰得喐。所以你哋翻嚟咧，嘴就成隻掉落熱水度浸。浸翻佢可能半個零鐘或者15分鐘，應該15分鐘都得噶啦，15分鐘啦，係啦。嗱，就係呢啲位，你就千祈唔好學我而家咁夾硬扭，因為我係要拍視頻俾大家睇嘅，所以咧我先夾硬扭嘅啫。如果你夾硬扭，好容易呢啲位咧，中間呢啲位發白或者裂咧，你成隻嘢豬豬噶啦。咁啊，腰部嗰度啦，咁啊腳嗰度啦。咁啊，可動性係 OK， 下盤咧嘅可動性係 OK 嘅。咁咧點解佢會啲關節咁實咧？其實最大一個原因就係佢生產嘅時候，
正常要落油嘅，佢係冇落到或者落唔足，所以你睇下佢點解好似有啲位係特別鬆嘅嗱，只腳呢啲位咧好容易扭咧，佢就有落到油。咁同埋呢啲位嗱一扭就得啦，點解咧？佢有落到油咯，就係、是。但好似呢啲位咁，你睇下係而家就得咯，即係你扭過一次就得，第二次即係你啱啱新開嗰時係唔得嘅。嗱，而家扭過一次之後就好扭好多噶啦。這個位置都仲係實噶，咁啊都同嗰個構造有啲問題嘅，因為佢呢個位咧嗱，你一扭佢嗰下嘢嗱，好容易扭咗上面嗰節先嘅，下面呢節係即係扭唔到，咁你咁樣一屈佢呢度又唔受力喎，所以就會產生咗好似好難扭嘅呢個問題。咁佢手型方面並冇配任何替換手型，咁啊有啲可惜啦。咁啊一個揸雷取的手，一個垂直的手，這裡可不可以轉，我們看看是不可以的。整隻東西是黑色加紅色的配色，基本上就是雷神那套甲的配色，只不過換了一個女性版，你們可以理解。但是這個樣子我其實挺喜歡的，雖然無論 SHF 也好，還是貓靚像的即鞋子寶出的都好，其實都不是很像，我個人覺得。好 ，anyway， 咁我哋嚟換一換，我睇埋只腳先啦。只腳下面就分咗兩節可動，一節，跟住呢度一二三四四節啦，係啦四節啦。咁啊呢度可以屈嗱一個波裝，咁啊左右鈴，咁啊標準嘅即係嗱咁左左右鈴，咁好似錄唔到，左右鈴冇問題。咁呢個要咁屈啦，咁就基本上係咁啦。咁呢啲布係軟膠啦。咁我哋嚟換頭睇睇，頭啊相反幾容易換嘅，亦都幾容易掹。咁咧就一個細球形插喺裏面，一個大球形喺外面。咁咧有一選一嘅呢種方式有好處咧，就係下面如果細個球形咧，同個窿係過細咧，就會棘得好實，咁就唔會容易掹得，即係話成個球形掹出嚟呢一點係設計好嘅。但係如果你中獎咧，這個洞做得特別大，你就有可能這個球形插不順，就一掹整個球形出來。那我們換一換這個頭，這一個頭盔這個咯，換了之後就這樣，換了這個我反而覺得特別漂亮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不知道是錯覺還是什麼，我覺得比這個頭漂亮很多。尤其是他扮這些 pose， 跟著整個雷取咁飛過嚟咁，咁咧，但係有一個產生咗一個問題咧，就係大家睇睇，我指俾你哋睇呢個位，好似有啲黐唔曬嗰個位啊，個面啊，兩邊都係嘅，有少少啊。咁啊，但係我個人覺得，即係佢而家咁睇呢個頭係靚過呢個頭，我唔知點解，係咪錯覺咧？大家歡迎屏幕下方留言，咁就基本上係咁啦。咁啊，個髮同埋兩條邊係冇任何區別嘅，同呢個係一模一樣嘅，淨係你哋理解唔同咧，淨係換咗呢度係頭盔，呢度係樣。咁我哋揸埋個雷取睇睇。咁啊，手型方面就都係少少軟，偏軟嘅手感。咁啊，因為佢係女嘅，所以咧嗰個素體就係比正常男素體個body 要纖幼少少，咁就係咁啦。咁啊，呢只女嘅雷神咧，最後屘好似係會變咗女武神嘅，即係唔做雷神之後變咗女武神。咁啊，係咪佢我就唔肯定啦，但係我記得好似漫畫係，電影會唔會講我就唔知啦。咁就成隻就基本上係咁啦。咁我哋下期視頻再見啦，拜拜。